这个马旭东我查过了，之前几年一直在非洲从事安保工作，直到两周以前突然回国寻找他失踪的女儿。听他们说过几天会把不听话的人卖到东南亚。我女儿在哪里？找他们去卖了。姑娘，别害怕，快离开这里。我给大家送福利了，五分钟输掉2000万，感觉怎么样？啊，这个王八蛋，你他妈别动我钱。今年以来，缅北涉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突发高发，由此衍生的搜查严重性。你说什么？让我爸不会饶过你们！你跟他废什么话呀？这个马旭东我查过了，之前几年一直在非洲从事安保工作，直到两周以前突然回国。他在哪？被黑网贷公司的人带走了。你什么时候带姐姐拿钱啊？你不是要救你女儿吗？救我！今年以来，缅北涉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突发高发，由此衍生的偷渡、非法拘禁等一系列犯罪严重性。你说什么？穿的少一点，在手机前面唱唱歌、跳跳舞。让我爸不会饶过你们！你跟他废什么话呀？之前几年一直在非洲从事安保工作，直到两周以前突然回国寻找他失踪的女儿。他在哪？被黑网贷公司的人带走了。你什么时候带姐姐拿钱啊？这个王八蛋，不要动我钱。是要救你女儿吗？